全军出击。要小心。这螳螂的这个刀，这大刀怎么变色了呢？我们玩把王八辅助啊，对呀、啊，王八辅助，他们家猴辅助，我们家王八辅助。遇到刀，谁怕谁呀？我看这个打我，我看这个打我。谢谢小猴子的明先生啊，还有40秒开奖啊，直播间现在是1/5的中奖概率，有个1000的抽奖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。兄弟往后撤一走，俺们没生。你这不白让他耗血吗？这电刑猴，谢谢球球让我中，感谢小季包子君，时光不会老。好，我们生了，不行就杀这猴啊！打我吧，打我，打我的，打我的龟背。杀猴啊，吃药来，给我都杀了，嘣，双杀可以。王八日炎，哎，红宝石小布甲，你放心，俺们俩杀的猴是随便杀的。关 W 跑得快，干嘛要跑得快？刚才就多扛两下得了呗。这刚才想着跑啊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刚才想着跑啊？好家伙，我一个好家伙，个老猴。你怎么不给我治疗啊？我们打他们好打，你别怕。对，直接干。不行就杀这猴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就这么个猴交个闪现，你还得交个闪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你这一波交什么治疗呢？俺俩都没掉血，你说，我都不应该跟他说话。我发现我跟他说话吧，他有点慌了，好像。我还是吃点饭吧。这老猴怎么的呢？撞我一打二，你不服啊？你是不服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就发现了。好，我就站在草丛里，你又能怎么样啊？沙里面拉能跑，确实是有点烦人啊。没吃完呢，这波俺们可以一打二啊！
猴死了。那螳螂搁那干啥呢？你在那冬眠呢，兄弟。我真是服了呀，我是大师吗？这个是大师吗？不是大师。你咋的？跟我打上了还啊？还跟我打上了还？我这王八有多幼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日炎。好的。我这主打吗？我这王八，杀猴，跟我杀猴。啤酒人，没想到这个猴居然是在勾引。好猴啊，好猴。杀米拉，打我的龟！这把我在他们家对面，我们就是爹，知道吧？就这杀米拉猴，再加上一个鳄鱼，你敢回头吗？我问问你，你敢不敢回头？咬你！你放心吧，他俩。想杀我杀不了，我比日女都幼，你知道吗？我比日女都幼，我那是相当幼了。你都已经海妖了是吧？那咱俩随便打，我扛塔，你杀 AD。 OK， 直接上来啊，嘲讽住杀米拉，直接杀，直接一手双杀。我们这幼的程度你们应该能看得出来啊，应该能看得出来吧。也不就是个吸血鬼吗？你怕啥？我有嘲讽，俺俩干他还干不了吗？这还来吸我来。哎，闪现，拜拜，回家了。不要害怕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没意外，没有人能动得了你，小伙子。我来首水银海。拆塔，六秒啊！可以上，我有葫芦。短就杀这猴，得了，不杀沙米拉，沙米拉有意义能走，然后还有那个挡技能的，我们就杀这猴。往哪儿跑？小小 ADC， 算了，不杀了。
算了，不太好杀。可以杀，就杀这猴。你来，来军呆瑞了都。啤酒人，啤酒人。让他打，让他打，让他打我们！杀杀米拉，杀米拉，杀米拉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呦！你们觉得我能不能杀得了他？致命点人，跳弹！哎呀，小龙！日炎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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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！哎呀，我靠！我都知道这个日炎，哎，就知道这个日炎的坏事儿。嗨呀！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把小龙给我杀了，把这小龙。走，沙米拉，杀了沙米拉。嗯，那杀猴，杀猴。这虚区有点高啊！小炮已经是起飞了，这小炮，他都杀十二个了，看看有没有红啊！先把上半段这个野区的视野给他做一下子。老猴，嗯，杀猴，这猴还敢上来？这猴，上高地，他们家人都没在。上上上上上上上，哟，嘣，嘲讽住回来，拆塔。老猴往哪走？老猴，我给你扛塔来。我这都不掉血，没事。哎，为什么刚才这个小炮 A 的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钱了呢？好，反甲，先走一走啊！哎呀，沙米拉这么不怕死，沙米拉，杀了沙米拉，走。拜拜了，兄弟，我们分道扬镳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这救不了这。他还没到那种无敌的地步，他如果能到那种无敌的地步，我们就回去救他了。他实在是有点救不了这。没蓝了，这麦林炮手1000块给谁了？给吸血鬼了吗？这吸血鬼本来是025的是吧？他去中啊，不对，他去下，我们去中啊。这鳄鱼咋的呀？这鳄鱼。我就想知道一个事儿。再见，车
轮滚滚，兄弟，好兄弟，来人了，快走！跳弹，武器大师这么猛吗？俺们家这螳螂好像不太像人呢，这螳螂。我来了，滚过来，鳄鱼死了。这不能抢人头啊，这个人头必须得给小炮。反甲一千，把塔拔了。走，哎呀，可恶的啤酒人，又是啤酒人。哎，走吧，你也只是一个 ADC， 走吧兄弟。差100块钱，我们反甲。算了，我先来个这个吧，反甲不着急除，先来一个板甲。反甲板甲配那个自然自立，打条小龙，对，打条小龙，我们三条龙。哼，这猴别猴给龙抢了的，我们赶紧过来杀啤酒人啊！凭什么啤酒人能把我的技能给我断了呢？来插个眼儿来，省着没有视野。哎呦我这螳螂三杀，螳螂三杀之前052052啊！我咕噜，再让他创一头，假猴，把这塔点了呀！别怕，兄弟，我嘲讽他，开大招。靠点盐，先杀沙米拉，杀完沙米拉，我们往后拉一拉，补录一下子。呀，套我点盐，开塔，没事，你不会死啊，我嘲讽他。呀，快跑啊，快跑快跑，嘲讽真猴，杀猴啊，跟我呀，这猴要杀我吗？这是这猴，再给他来个飞机抽奖啊！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刚才不知道我们的豆子水友买没买完。